各位，咁啊，打算咧借呢篇文章嘅呢啲图啦，同大家讲讲啊，而家中国面对嘅问题，同埋咧少少我嘅睇法。咁啊，题目啊，标题好清楚啦，佢就话咧，中国嗰啲制造芯片啲力量啦吓，增加紧。虽然啦，美国咧系极力防止啊，咁啊，美国我哋知啦，完全咧系想啊。限制中國嘅發展啊，咁啊，但係咧，中國有中國辦法啦。咁啊，呢個就發表喺2022年6月13日嘅，咁啊，有三個作者，咁啊，最少有一個咧，烏咁啊，應該係有啲中國性啦，華裔啦嚇。但係呢篇文章咧就極度詆毀嘅，咁咧就中國對於嗰個嘅海外買工具嚟做芯片咧。喺2021年咧，系增加咗58%，咁啊增长非常之快啊吓，咁啊就虽然咧就美国啦限制住啊，中国照样增长，咁啊佢就话咧喺直至4月份为止，大量嘅机器咧涌入中国，哇，讲到好犀利。虽然咧美国都想咧自己搞芯片啊，但系咧就似乎咧嗰个成长冇美中国咁多啦。咁呢度有一個佢哋嘅議員啦，呢、這個就係 House Representative，即係眾議院嘅 Michael McCaul 來自德州嘅。咁啊就話咧，如果拜登政府真係想咧限制中國嘅發展嘅話咧，咁啊冇理由啊就俾咁多嗰啲工具咧係流入中國咁樣啊。我哋最主要就睇睇嗰啲數字啊。呢度佢有幅图啊，就中国买嘢买嗰啲生产晶片芯片用嘅工具。咁啊，前面第一幅图就系2020年，咁啊就黑色嗰栋系中国，就187亿美元。红色嗰栋啊就系、应该 Korea 就系南韩啦，就161亿美元，跟住台湾就171亿美元，蓝色嘅就系日本76亿美元，就北美 North America 北美橙色嘅65亿美元。咁你传统上你2020年都系中国啦、台湾啦、南韩啦、日本啊买嘢多过你噶啦。歐洲啊，話歐洲跌好少，得26亿啊，然之後其他世界其他地方就係25亿。咁去到2022年又如何咧？咁樣，2022年咧，中國就去到296亿，就增加咗咧就110几亿啦。咁啊，南韓咧就250亿，都增加咗好幾億啦。咁啊，就美國點啊？美國啊，就係橙色嘅。仍然你用緊76亿，咁冇办法，你自己唔肯使钱睇人哋呢度。你喺2020年就65亿，去到2021年先76亿增长，冇办法，你都唔关人事啊。咁而咧，唔通呢啲卖工具啲公司唔使食饭咩？俾你限制住佢哋一样唔使食饭系咪？嗱咁啊，所以咧就系啊，我咧呢个佢哋嗰啲睇法啊，真系严重有问题啊！咁啊，你有另外一幅图系嘛？睇先，喺度呢度系啊，呢度有幅图。咁咧就讲增长率啦啊。咁咧就美国有几间公司啊？一间咧就叫 Applied Materials，另一间叫做 Lam，一间叫 KLA。呢三间就美国公司加一个日本公司 Tokyo Electron 啊。咁啊就嗰个增长，咁啊就系。上面嗰個咧，全球增長嘅百分比啊，個中間個 lam 咧增長得好犀利，係46% 啊！嗰啲呢度係上面嗰個係計百分比嘅。Applied materials 2020同埋2021年比較增長咗19%，KLM 亦都增19%，日本咧就增加咗24.0%啊！咁啊，而咧淨係對中國嘅。部分啊，因為呢啲公司國際公司啊，賣俾其他地方啊，賣俾中國咧，咁啊個基本上間間公司都增加咗份量啊，
Applied Material 美國公司由19去到 38.1， 哇！你個增長之中啊，最大部分來自中國。另外第二間 Lam 嚇，咁啊就由46增加到66.6，呢個亦都係美國公司。嗰、那個 KLA 咧就增長少啲啦啊，咁啊由全球係19%個增長，但係就中國咧就佔咗22.4%。而咧，日本仔，日本仔犀利，呢、這個先犀利。佢係由24% 全球增長，但係咧其中咧中國嘅增長係64%嘅。咁即係換句説話講，呢啲公司咧，如果冇咗中國市場嘅話咧，咁咧佢呢啲全球增長可能係唔見咗一大橛噶啦。咁唔怪得呢啲公司繼續要賣嘢俾中國。而咧，就算美國採取各種限制，唔俾中國咧係得到最好嘅器材或者原材料咧，呢、這個只會逼中國自己搞掂佢。咁啊，自己搞掂之後咧，咁啊，你哋西方國家就冇啖好食噶啦。咁啊，我哋今日都睇到有啲報道就話咧，華為咧就出咗一啲專利申請，係有關咧係量子芯片嘅。哇！將量子技術用咗去芯片上面，而且咧係有專利，咁即係換句説話講咧，華為有非常大可能就會發展咗一套新嘅芯片啊！啲芯片咧就唔係用傳統嘅半導體技術，而係用啊係量子技術。咁啊呢個就會係可以話咧大大咁啊扭轉咗全世界嗰個嘅芯片發展嘅趨勢噶。咁啊一旦呢個發生之後，西方國家都幾難追得翻。而家暫時仲有，我覺得仲有4-5年時間咧，美國仲可以攣住中國咧喺芯片上面嗰個喉嚨啊。但係咧，我相信呢個日子咧係越嚟越少噶啦。咁啊，如果譬如而家台積電咧搞緊2纳米啊，咁啊中國咧而家仲係10几纳米啊，仲有一大段距離。但係咧，當中國一搞掂之後咧，都幾難搞。咁啊，台積電咧。如果是武統台灣的話，自然就收歸國營啦，係咪啊？咁嗰時就你美國想控制台積電就難啦。咁呢個，但係呢、這個，我本人唔贊成呢樣嘢噶。我仍然覺得咧，台積電可以有得佢自己作為一個私營企業。但係咧，中國嘅芯片技術一定要發展出嚟，因為咧，賊人之心不死啊！所以咧，佢哋仍然想限制中國人嘅發展，因此咧，一定要將呢樣嘢打倒嘅。我所以極力贊成咧，就係中國彎道超車，相信咧呢個彎道超車就應該嚟啦，快啦。